在做志工期间，爸爸要告诉我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，所以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就要赶快去帮助别人。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喜欢看影片，如果我把那些很死板的文字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影片，那他们也会比较容易去点开来观看。